侠网，爱如猛兽版海报，德古拉埃丽卡相遇，德古拉一见钟情，德古拉埃丽卡约会引出尴尬，埃丽卡首度登场，爱如猛兽版海报暑期高分好莱坞动画电影《精灵旅社三：疯狂假期》将于8月17日正式上映。时隔3年，这部经典合家欢电影终于再度归来。影片由系列原作导演格恩迪·塔塔科夫斯基执导，亚当·桑德勒、塞琳娜·戈麦斯、史蒂夫·布西密、凯文·詹姆斯等原班人马配音。今日影片发布《埃族猛兽》版预告及海报，人类新角色埃丽卡初次登场，魅力四射迷倒百年单身狗德古拉，浪漫约会开启却尴尬频出，一场阴谋笼罩的真爱冒险之旅即将启程。德古拉现致命诱惑，追爱之路难关重重，前作中单亲奶爸德古拉历经百年单身抚育女儿成人，再解决一系列问题后，终于身心俱疲。第三部被女儿安排上游轮度假，却不料遇上宿命真爱。此次最新曝光的《爱如猛兽》预告及海报中，德古拉迎来真爱，却不知其中玄机暗藏。面对一见钟情的埃丽卡，单身许久的吸血鬼伯爵无力抵挡爱情的侵蚀，却也犹豫。在死党的鼓动下勇敢表白，埃丽卡却不为所动，甚至将充满致命大蒜油的鳄梨酱不断喂入德古拉口中。海报里，德古拉手持象征爱情的火红玫瑰献与埃丽卡，却未获回应，身后梅维斯的一脸狐疑在一众笑脸中尤为突兀。面对埃丽卡的骤然出现，梅维斯内心不安甚至不满意，与二人独处。德古拉与埃丽卡一方真心追求，一方却妄图置其于危险之中。德古拉力求爱情对美人百般呵护，埃丽卡却未完成祖父心愿，不惜设计令德古拉以身涉险。一场关于真爱的较量正在上演，口碑佳作经典再续 8.1 期爆笑升级精灵旅社系列，此次重磅回归赢得较口称赞，口碑颇高。据票务网站 Box Office Mojo 的数据显示，精灵旅社三：疯狂假期北美区上映后，一举成为上映首周的票房冠军，累计票房列三不止罪。上映至今，票房榜排名一直名列前位。前作中，导演塔塔科夫斯基以一贯的爆笑喜剧风格，讲述吸血鬼的亲情故事，一经面世便吸引全球众多忠实影迷，票房屡创新高。创作人的初心大概就是让我们学着用心的眼光，接受多元化的一切。此番